真到了还可以。哇，这没 Q 到 ，Q 了他对不了线了，真的。这要是 Q 了他直接对不了线，操，这他妈没 Q 到。哇，这没 Q 到他，我靠！这要是 Q 到他直接没血了，你知道吧？对不了线了他，这没 Q 到我，心态有点小崩。给个眼，我怕挖野去抓我。也是给他，给他 A 没关系。多兰专家复苏，对线随便吃大招。谢谢俏皮的绅士送的办法，感谢感谢。我将掌控神龙之灵，召唤出生命。我就感觉他可能会从这边来，你知道吧？没想到来的这么快，他绕了一圈啊，红开绕了一圈来抓我。连体的这两个人，他这波上的时机很好，我刚好把 W 交了。去播下路吧，这波寡妇能接下我吗？漂亮，他是懂我的。Nice。哎，我直接。我直接去吧，不然要漏兵了。今日重大的考验。他直接往那边走，我操！挖掘机在那边。妈的！嘿，我也不露头，咱俩都别吃兵。闪现，这 Q 鞋是 Q 不到的。再去播下路，终极游走。哦、oh, ，nice， 双杀，点燃极限把他烫死。还行还行，一换二不亏，下路可以把线推了，而且吃个塔皮。我中路是回推线，还可以。中路刚好回推线，还不错。我操！我打对面这中野，我先出水银鞋，这把肯定要出护甲鞋的呀。这把肯定护甲鞋，水银鞋太脆了，坏了，他们两个贪钱了。
没有直接走。哇，他们两个吃了两层塔皮，太贪了，吃一层塔皮直接走就好了。他们两个吃两层，吃一层就可以了。他们两个吃两层，贪的一批。该死，说句实话，这波真的该死，这么贪干嘛？他闪现都要转好了，能不能来搞他一波？他不想跟我打对线，他想去帮队友。凤凰上去了，能不能小心一点，哥们？OK，我这波也在赶，他没闪现。给武器。他喜欢支援，我也支援，看谁支援的快，好吧。贪的一逼。船长来了，更多火药。一个人破解对面中野小袋，这把寡妇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啊！寡妇没有给我任何帮助，我自己玩起来的。啊！你为什么不接我？哎，不是，他为什么能不接我呀？我操！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情。我这波还帮你打蓝，帮你又拿先锋，我一直在找对面挖掘机的位置。曾经的失败没有阻止我，我他妈付出了这么多真心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我这么帮他，寡妇伤害起来了呀！有个眼，
has been slain.妈，他让我泡车了，我都。该走了，兄弟，灭死了。那你走。有个爆炸果实，可以去月下了。 挖下去上路，先月下路吧，这个红不着急吃。直接啊！哇，这都没死。挖下去再上，挖下去再上，给他点个信号。 直接来个小影魔刀，再加一个护甲。我这把中单玩的可以吧？真的，我们这种路人中也玩的都比对面这两个双排的要好。 我这把游走不比他游走的少，而且我是有效游走，你知道吧？他都没怎么帮队友的。这里，虽然没 Q 我要狙击，出了一个影魔刀，挺稳的。出影魔刀没啥问题，不出影魔刀被。他们队友都死了，直接断线，没人过来，单杀。 刚刚那个，他以为我要 A 他的，啊，他直接放夹子，等他夹子快结束了，直接把他秒了。这不嗓子有点哑呀。喝点水，喝点水，可能喝水喝少了。 可能水喝少了吧，今天水喝的确实有点少。
快。我靠！我这波好僵硬啊！我这波，但是我没死。我靠！这没死。他们挖野机这波瘫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们挖野机刚才竟然没有R我，他刚才R我，我感觉我死了。同样的失误，我不会再犯。应该不会养的，我都不咋出门的。我都不怎么出门的，不跟人接触的，出门也戴口罩。在干嘛？对面的船长怎么都不见了呀？对面的人呢？都看不到的。完了。这波真的，这 ADC 都不看我一眼。他这波要是看我一眼，我还能就是勉强可以再挣扎一下，但是他直接往下路去了，我直接就不想反抗了，你知道吧？就从了他们。我这波起杀心了，我想单吃他的，不该起杀心的感觉。对面这两个中野，一条裤子。这两个就连体，两个黄金二的。曾经的失败只有无知。推不上去啊，有凤凰的。ADC 死得好啊！没有打钻粉的，刚才打了把抓，刚才打了把大号，有钻粉的话先打钻粉，钻粉打完了再打大号。峡谷之巅现在打的人好像挺多的，之前打峡谷之巅排不到人，今天打峡谷之巅能排到人，排的还挺快的，基本上五分钟之内吧，感觉也可以打峡谷之巅了。好久没打峡谷了，峡谷之巅打了几把，感觉有点吃力，真的，
有点吃力，我拖住对面。 坏了，没把他拖住。他没蓝呀，蓝都快打光了，还没把我杀掉。 新赛季开始，新赛季没开始，还有一个月，还有不到一个月吧，1月份1月初就开的。去年是1月6号开的，啊，也差不多啊，基本上每年都是1月6号吧，好像。 反正就是1月初那几天，我不配吃这个蓝吗？哎。 有点讨厌了，这把，前期帮了他这么多波，蓝不给我让就算了，连海龟都要吃，真的有点过分了。现在挖掘指引在上。 我靠，玩啥呢？又饿。 又一个是吧？啊，能不好猜呀、啊，感觉。坏了，猜不掉。挖掘指引出来了。大妹，大妹，大妹，大妹！水龙魂，水龙魂，水龙魂！臭气！哇，这个水龙魂真顶啊！这个水龙魂。 他们一直打我，我一直加，一直加。挖掘机的700块，对面只剩个加的。这个这两个眼有点好，但是他没 TP， 有 TP 直接踢过去偷了。
像这种就完全翻不了盘，你知道吧？这把对面一个塔都没推，就对面这把一个塔都没推，我们塔全在。像这种翻盘基本上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吧？不可能翻，除非我们这边有人掉线，两个人掉线才有机会赢。拖吧拖吧拖赢了。露露压力这么大吗？跳过去直接给他。军训我有什么用啊？军训我